这个18道工序，这一道工序是对我来说是最难的。 感觉还需要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夹那个，如果腿长是满的话，就是特别会夹不住，就是胳膊肘会夹不住。功夫。 不在一时，一定是在平常。万小时定律，一定要花时间才能把本事学会。